当高司令抛出瑶妹之后，你回天好好啊。来了哥，今儿咋拿个瑶啊？这英雄猜起来手感能好。哥们们注意，那个不当人的网友又来了，这回拿的是瑶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那个瑶，那个被别人打成挂件的瑶。你太挂件，你全家都是挂件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！人家拿个瑶能把你拆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可别扒瞎了，能不能别给我整这不值钱这出啊？那就成烦了，就这俩人人畜无害的样，这落地的姿势这么可爱，你跟我说他不当人，你跟他骗谁呢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这种鬼话吗？爱恨情仇，你喷啥呀？这瑶太挂了吧！你笑什么？我没笑，你就是笑了。刘先生，我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无论有多好笑，我们都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五分钟后，去哪里啊？靓仔，上车了呗？我要去车塔，拆什么塔的？我领你仗剑走天涯了呗？好呀好呀。曾梦想仗剑走天涯。怎么样啊，靓仔？这女朋友呀，看我的，我给你秀一下。年少拜拜。寒暄哥哥，你去哪？哎，等等，寒暄哥哥，你走了，那我不就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小可怜啊，这让人给卖了。要我说，你就不应该玩瑶妹，你还真以为哪个英雄都能拆塔呀？你玩之前就不能掂量掂量啊？我这猴子小棍叭叭叭叭的，你说你拿什么拆呀？